天天的经节在二十一章，经文在二十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一节，但是我也要在我们大概不必念了，我们再提醒一下，就是从十六章里面我们看到前这十六章里面的背景呢，提到亚伯拉罕的妻子不能给亚伯拉罕什么生育，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就建议怎么样他的使女，也就是他的女仆选出一个给亚伯拉罕为妾然后替他生儿子，那么他就选了这个夏甲埃及人夏甲，所以就给亚伯拉罕为妾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以实玛利，对不起，以实玛利，意思是什么，就是听见神听见了夏甲的苦情那么当时候夏甲怀孕以后呢，他就轻看了主人，就是特别是撒拉撒拉生不出来，所以他就轻看他，他就很得意，你看我现在我比你强所以呢夏甲就怎么样在那里就是轻看了他的祖母撒拉，于是撒拉就把苦待夏甲，然后把夏甲就等于说是逼着夏甲就从主人家就逃跑了，离家出走以后呢，在路上呢夏甲就遇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就神借着他的使者呢就向他说话，然后说夏甲不要惧怕不要灰心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然后呢这个将来他的后裔啊，我要使他极其繁多，也要使他很昌盛所以呢夏甲听了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夏甲就称他对他说话的那个耶和华神为眷顾人的神，所以神就按照他的计划，在亚伯拉罕按照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怎么样，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就叫做以撒，取名叫以撒所以这个时候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大摆宴席，然后呢以实玛利已经长到了青少年，已经是像我们现在教会很多小朋友都是十岁以上的越来越多了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教会这个一个孩子都没有全部是学生，90%都是学生，10%就是像王哥这种只有一两个那个时候有两个家庭，一个就是玲玲海岩一家，还有呢就是王海慧丽，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没生了，那时候结婚了吧，那时候他们一来就是结婚的我们教会就都是单身的没有小孩，所以呢感谢主，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教会一代一代的越来越昌盛，越来越成长，因为有这么多孩子，现在听说有20多个孩子而且第一个孩子这个可爱已经14岁，满14岁了，那么可见我们教会已经度过了15年多了，因为他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崇拜的时候一年多以后他出生的就是2006年几月我忘了2月出生的跟我的外甥一样我的外甥也是2月，过2天就是他的生日，这次他们要给他扩大旅行，所以我的女儿就把师母硬把他拉到柏林去了因为有很多人要来，我的亲家还有他很多朋友要庆祝，我礼拜二也要到柏林去，所以呢很抱歉我提前跟大家说明原因，免得背后几十个人来问我就是一次回答抱歉因为女儿她常常也要加班，她其实这个周末很忙她加班，所以把这个师母就硬拿过去了，因为她是在影剧拍电影，影剧公司做行政，所以她常常要会加班好，那么夏甲在这个时候就亚伯拉罕当他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从撒拉来的孩子以撒以后，他就大摆宴席，然后那个时候以实玛利已经长到10几岁，就在一旁喜笑
可能还捉弄了以撒，所以被撒拉看到了，哇，撒拉就非常的生气，就决定一定要把夏甲母子赶出家门，叫亚伯拉罕一定把他们赶出家门。所以呢，亚伯拉罕只好听从，就在清早起来准备了一些饼，然后一袋一皮袋的水给了夏甲，那么给了夏甲母子，那么夏甲就伤心的走了。圣经告诉我们，夏甲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在什么旷野？别示巴的旷野迷了路。你知道夏甲很伤心，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遇到困境的时候，人很灰心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倒，对不对？很容易回到哪里去？回到从前的我啊，我老我的光景。我们要回到，就像夏甲想要回到他的老家在哪里？埃及，他要回到埃及去靠他的家人。他知道这里一无所靠了啊，但是呢，很奇妙，神就顾念他，因为他曾经讲过，这位耶和华神是顾念人的神，所以神就顾念他。好，我们从这一个十六章的背景，我们来看二十一章里面有一段话特别重要，也特别提醒我们，让我看到了三个我们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你们知道哪三个问题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十四节到十六节啊，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十四节有没有？哎，十四节啊，对。好，你们看三个人生的道路上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十四节里面提到了迷路。第一个是什么？迷失啊，我们会迷失，对，走迷了路，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在十五节里面是什么？水的。代表什么？缺乏，是不是？我们人生道路里面有的时候会遇到缺乏的时候啊。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十六节。绝望。啊。忧什么？忧伤啊，忧伤啊，绝望也是忧伤，忧伤。好，这三个问题让我看到，在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我们都是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迷失，第一个我们遇到的是迷失。他说圣经应许我们说，迷失的时候怎么样？天父会看顾我们。为什么？我们从夏甲的身上就看到了，对不对？当夏甲迷失的时候，神使他怎么样？眼睛明亮。好，等一下我们来解释。所以我们迷失的时候，天父一定会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走在人生道路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你面对的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曾经迷失，或者你现在正在迷失的时候，你有没有相信，有没有信心说天父会看顾我？天父一定会看顾。在什么地方迷失呢？我们会常常在第一个，在生活中迷失。创世纪十六章第四节说，当夏甲见自己有了身孕的时候，他就小看轻看他的祖母。我们知道仆人的角色是什么？夏甲是一位仆人，对不对？是撒拉的女仆。仆人的角色，他的角色，他的职责是什么？他就是要常常看主人的脸色，是不是？还要去明白主人的心意，这就是仆人。所以当夏甲自己有了身孕以后，他就轻看了他的主人，他自己就开始骄傲起来，得意起来。所以呢，夏甲就迷失在生活中迷失了，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他在生活当中迷失了方向，他看不见主人的心意，他只看到自己的得意。所以你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里面，
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忽略了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主人是谁？我们生命的主人是哪一位？我们有没有去常常去留意我们主人的心意？还有我们有没有不但去了解他，有没有常常的向他亲近他，了解他，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我们过去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常常以神居首位，还是以自我、以老我居首位呢？我认识一位很有名的厨师，后来他成了老板。他曾经告诉我，他说他20岁刚满20岁，他就到日本去。我问他到日本做什么，他在那里受训啊，厨艺的训练。他的日本餐做得很好，他的中国菜做得特别好。高雄荣兴川菜馆的这个厨师就是他，他才20多岁那个时候，从日本回来，3年以后从日本回来，他的刀法非常好，我看过他切菜。大概很少有在德国的厨师切菜像他的刀法，真的是又快又准啊，切的又细啊。所以你们知道师母的刀法是已经不错了，那个土豆丝啊，这个萝卜丝都切的非常非常的细的啊。但是这位他功夫非常好啊，我们在座也有几位啊，跟这个餐馆有关系的啊。今天感谢主，谢谢你们也来到我们当中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这一位餐馆的老板，他因为在生活上被坏人引诱，他其实非常敬业也非常认真，所以他很快的就开了第二家餐馆。还有两家餐馆，西边一家，东边第一家是他开的。那个时候我住在宽口，他就在我家的附近开了一家。那么没有想到被汉堡的一个坏人，一个大老板，他开了3家的餐馆来引诱他，就把身上揣了2万块啊，马克那个时候，就说：“哎，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全德国最好吃的，在一个楼的顶上啊，最好吃的啊。”牛排，他说我请客啊。结果那一天他就跟着他去了，盛情难推啊，就跟着他去了。没有想到他当时候吃完饭就把他带到卡西诺啊，因为楼上就是卡西诺，他就拿出10000块交在他的手上，他说这个给你去，你肯定今天晚上会可能第一次都会赢钱。他就骗他，然后他就赌了很快，几分钟以后没了，又跟他借1万，他刚好身上准备好了啊，2万借他。结果没想到他的餐馆那个时候生意非常好，赚了将近100万，他告诉我89万，80多万马克。结果就在1年不到全部赌光，然后2家餐馆只剩1家啊。所以他在人生在生活当中，这一位很可惜，他现在要回到台湾一无所有。这个故事也很长，我不讲了。那么现在也许他又结婚了，所以呢，我知道这个弟兄那个时候他不信。后来我把他带到教会，他开始听到，然后后来也受洗了，也信主，他也改变了，他不去赌场。可是怎么样，我听说他到了别的国家以后没有人管他，又去了，所以很不好啊。他的最后神惩罚他，他的结局非常不好。所以很可惜，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迷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后面的光景是如何。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他一定会看顾我们，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害怕，也不要去跟神不好意思，我已经几年没有去教会了，已经超过一年没去了，我不好意思进教会。不要，你随时需要在生活里面，当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一位爱我们的神，那一位天父，他一定要看顾我们。好，第二，我们不但在生活当中迷失，我们看到夏甲，他也在生活里面迷失，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又看到第二方面，他也在信仰中差不多要迷失啊，他差不多要迷失了。圣经告诉我们，夏甲是在别是巴的旷野迷了路。别是巴的旷野，我们打开圣经地图，我们知道它就紧挨着，特别是它的南端紧挨着埃及，那就是夏甲的老家。夏甲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想回家啊，找不到，神故意让他迷了路啊。可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埃及是预表的世界，也就是代表了那个罪恶之城，拜偶像之地。所以夏甲是埃及人，他从埃及出来，到了敬畏耶和华神的家里，亚伯拉罕的家，结果现在又离开亚伯拉罕的家，准备要往他从前的老家埃及去。可是当他拖着灰心，带着灰心软弱，拖着疲惫的身子，他正在走向埃及他的家的时候，在路上迷途了。所以看顾人的神没有让夏甲回到埃及，他就让夏甲的眼睛突然就开始明亮，哇，就看到前面就有一口水井，这一口水井就帮助了夏甲母子，免得他们死在旷野。所以我们知道夏甲就称那位神真的是看顾他的神，是看顾人的神。我们知道有些我们来到德国，有些人可能也怀着一些梦想啊，有一些理想来到德国。可是当我们到了德国的时候，我们发现跟我们的理想却是落差这么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度过的啊？我也是，我突然感觉我在台湾，在台北，很多人认识我，我还是一个算是一个不算是什么英雄，至少有一个熊字啊。可是我到了德国以后，发现真的变得狗熊了，什么都不能做啊，什么都不能做。我是1991年11月来到柏林，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查经班开过，大概有十八个弟兄姐妹啊，十八个人，真不少啊，比我们这里刚来的多一点。那么我们发现开不成。语言不通啊，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后来我在2000年1月1号，我到了温哥华那边工作去牧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新移民在温哥华，哎呀，几十万的新移民。后来我也听说了，好多人很可怜，天天在家被困在家里面，动弹不得，只能流泪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语言不懂啊，语言不通。车子不能开，这个人生地不熟，天天在家里面，他的一皮带水已经坐吃山空了，快要用完了。有的人已经来了一年，走不出困局，啊，甚至有很多也有一两个悲惨的故事啊。所以有一个让我看到了，就是在温哥华这个美好的每一个算是美丽的一个城市。或者说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国家，这么好的环境里面，可是却有许多的人在那里迷失受苦。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没办法啊，度日啊不容易，度日如年啊。所以有一句成语啊，我去的时候很快就学会了，他们就告诉我，他说温哥华你不要期望太高啊，牧师，你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有很多受苦的人。我说怎么会呢？穿的个个穿的非常的这个光鲜艳丽，是不是穿的很好，个个都是贵妇，个个都是尖头男啊，都是，哇，我说怎么会有这种，我看不出来。他说你过一些时候你就知道。后来我就知道，哦，原来温哥华也会有什么天无三日晴。后来我们这个去的时候不久，我就发现跟我们都差不多了。天哪，3:30、4点天就要黑了。然后3个月下雨，哎呀，把我吓坏了。每天毛毛雨，每天下毛毛雨，3个月看不见太阳，蒙蒙的，灰蒙蒙一片，跟柏林一样。
所以呢，我就觉得，哎，怎么会温哥华这么好的宣传，这么好的世界曾经排名第一的最好的适合人类的居住，怎么会这样呢？可是真的，一月到三月都是这种日子，所以去温哥华千万不要一月到三月去。天无三日晴，地无三日平。有一次我开车刚学会了，哇，我很兴奋，我就到处开啊，去认识地理环境啊。结果有一天我一开到一个山坡上，一冲上去，我赶快紧急刹车，因为车子的轮子已经悬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下面就是悬崖，不是悬崖，就是那个路是这样的，哗下来，哇，把我吓坏了，心脏啊，吓坏了。那我就知道，哇，原来温哥华很多周围很多地区是像旧金山一样是这样的啊，丘陵啊，尤其高贵岭那个城市山城啊，都是这种路，都是这种路啊。你开到山坡上，发现，呜，哇，这么深，这么高，这么吓人啊。所以地无三尺，然后人无三两银，他一笔带的水已经坐吃山空了啊。心无三日平，平安的平。就是说，没有超过三天的好心情。世界那么美的地方，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有这样的环境，所以证明任何地方都不是天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天堂。阿门，朋友们。因为信靠耶稣，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就是什么？天堂。信靠耶稣就是。在信仰的路上，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会迷失，因为不认识真神，我们有一天，我们知道也会迷失。有一个新加坡来的姐妹，她跟她先生分开了，一个人来到温哥华，非常苦。然后呢，过了几个礼拜，在超市就遇到了一个姐妹，很热心的信徒，把她带到教会。本来他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一皮带水快用光了，结果发现哇，原来教会里面就是活水，他遇到了一口井，活水井，所以他从忧伤就变成了喜乐啊，他的心情不再沉重，他就天天非常的开心啊，这是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认识的人当中，甚至我们自己，我们不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我们正走在信仰的十字路口，或者说我们正走在信仰的倒退之中。你有没有回想到起初的信心在哪里？起初的爱心在哪里？起初的热心在哪里？我们真的是想到起初很重要。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看顾人的神，他不会丢弃我，不会丢弃你啊，他一定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会看见那一口水井，活水的水井，生命活水的源头就在那里。接受耶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他就成为你一口活水井啊。什么时候快要疲乏、快要没力、快要信心跌落的时候、失去的时候，这一口井就能帮助我们。这一口井是代表的，不但代表活水，也是代表神的道、神的话，不但代表神自己，代表他的话啊，所以很重要。好，第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但常常会迷失，在生活中迷失，在信仰中迷失，我们都不要害怕，都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看顾人的神，天父必看顾你。第二，缺乏的时候，天父也会看顾。当夏甲我们在物质上缺乏，我们看到夏甲的一批带水快已经用尽了，夏甲知道他不能够再靠自己了，他只有靠神了。所以呢，神就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那一口水井。我们知道，人在穷困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希望
有一个光，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啊出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有一天呢，这个大音乐家莫扎特他正在路上，这个走的时候，在赶路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就后面有一个人跟着他，因为有人发现了这一位，哇，气质这么好，穿着也这么好，一定是有钱人。所以有一个贫困的人就一路的跟着他。后来这个莫扎特就回头啊，知道有人跟踪他，所以就回头问他：“你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帮什么？”就他就把他的苦情一五一十的讲给莫扎特。莫扎特听了以后也很感动，就邀他在旁边的咖啡厅坐下来。他说：“你等我一下，只要等我五分钟啊。”他就拿出纸笔祷告，然后灵感一来，他马上就写了一首啊，谱了写了一个曲子，然后就交给这个穷困的人。他说：“你赶快去找那个出版商，把这张纸拿给他，你就会得到奖金。”哇，这个半信半疑啊，这位穷困的人，他说：“我要的是钱呐、啊，怎么给我一张纸呢？”哎，多绝一次了啊！他就赶快到出版商的老板一看，哇，莫扎特的签名，哇，立刻给他一笔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但是看顾我们的神，他比莫扎特要伟大多了。他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在我们难处有缺乏的时候，他一定会看顾，不光是物质上的需要，甚至在我们灵命上，在属灵上的需要，他都会看顾。在第二，在属灵上的缺乏，神也会看顾。我们知道以撒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生的孩子，所以是什么？可以说是从神意，因为神已经听了他们的祷告，而且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当他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要给他们一个儿子，而且起名叫以撒。所以这个儿子可以说是从神的意思来的，是从圣灵生的。好，以实玛利是撒拉出的主意，给亚伯拉罕为妻生的孩子，是代表仁义啊，可以说是属血气的，属情欲，属血气啊，从血气而生。所以以实玛利就像圣经说的，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手？弓箭手啊，好战分子啊！你看今天的伊斯兰教，他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每个人都是挂了一个什么？远看像十字架的金项链，近看什么？一把刀哎！你看到吗？是弯的，那个十字架尾巴是弯的，是一把刀，为圣战，为阿拉圣战。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以实玛利是从血气生的啊。很多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但是我们仍然有软弱，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靠着血气啊，有血气啊，靠血气行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大摆宴席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里面的以实玛利被赶出去的时候，我们里面所充满的是以撒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特别临到你，神就让那个宴席更加的丰盛，让你的灵命也更加的丰盛。所以我们要求主，靠着主，把以实玛利这个从仁义、从血气生的，要把它从我们的生命人这个生命里面赶出去啊！不要让我们的老我就代表这个以实玛利啊，赶出去，要让以撒在我们里面慢慢的长大，渐渐的长大，而到了断奶的日子，也就是我们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完全赶出去的日子啊！这是我们有没有断奶呢？我们有没有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是不是还是属灵的婴孩？
还是很软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越来越成长啊，能够像以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好，再来我们看到就是忧伤我们看到许多许多人也是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病，就是忧伤，就是什么，就是忧郁症啊，就是忧伤。夏甲他忧伤绝望的时候，神听了他的祷告，甚至听了童子，也听了以斯玛利的祷告，他的声音，他在那里绝望，母子在一棵树下对望，大声哭泣，大声的哭。人到了绝望的时候啊，那个声音也非常的凄惨啊。所以呢，就神就听到，神就动了慈心，顾念他们，让夏甲的眼睛明亮，就看到了一口水井，而救了他们母子的生命。在绝望的时候忧伤，什么时候会忧伤？当人在绝望的时候一定会忧伤啊，可是天父不要忘了，天父可以看顾。本来夏甲跟以斯玛利坐在地上相对大哭，绝望等死，但是神没有离弃，神看顾人的神就让他们活过来。创世纪十七章二十节讲到，至于以斯玛利，圣经因有应允啊，应许说，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哇，十二族长也是从以斯玛利啊来的，真的。好，我们看到神鼓励这个夏甲啊，给他安慰，给他鼓励啊，给他应许。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忧伤的事情，我们常常会难过，我们甚至也被一些人伤害，或者我们自己也伤害了某些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伤害，没有任何的仇恨，我们只有爱，只有在神的爱里面，我们真正在他里面可以和睦，可以彼此的真正的关心，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顾啊，彼此的这个甚至在主里面的赦免啊，原谅啊。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这样的见证也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的这个所看到的地方，我们都见过啊，我也不必多讲啊。那么有的时候当我们忧伤，当我们甚至绝望的时候，不要忘了，那看顾神，看顾夏甲母子的神，他也必要看顾我们，看顾你，看顾我啊，他不会离弃我们。当我们愿意有一颗信心，有一颗心来经营他，来追求他，天父必定要看顾你我。最后我们看到，在患难时忧伤，天父也必要看顾。最近这个武汉的肺炎啊，几乎是全球性啊，都害怕。然后很多报章杂志也有人传给我，已经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同胞的伤害很大。甚至在柏林，就是发生在前几天，在路上两个阿拉伯十几岁的少女学生看到一个中国的女孩子，不知道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就讲笑道：“中国病啊，就是你们害我们的。”这么一讲的话，这个女孩子她也是不到二十岁，大概刚二十岁，也很冲动，马上就回骂她一句，然后两个就打起来，然后这个中国女孩子被两个人打，当然就打不赢，躺在地上。这个起不来，满脸都不虚啊，鼻子也不虚啊，这个受伤了，然后那个头也轻微脑震荡，然后那个救护车来了，有德国人成人看到路人就叫救护车，还来帮助的中国的女孩子。其实我看我的看法，我
会今天本来要暂停聚会，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消息，他们都怕，而且很多里面有四分之一他的先生都是德国人，所以呢，德国先生通通不让他们参加聚会，他说不能参加聚会了。啊，我说，所以我就好，你们不要跟家里冲突，你们暂时暂停一次啊，那我们继续祷告。所以今天恢复聚会，照常聚会，大概有十一二个可以来的啊，我也都跟他们联系，昨天打了很多很多的电话，所以很不容易。我们的讲员从美国来，虽然他也经过了广州。但是他是从广州又回到美国休息了一阵子，他又过来，所以当他当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他从广州来，哇，立刻就前一天晚上发信给我，牧师啊，不行了，明天的聚会必须停，必须停啊！我说好吧，而且这位重视刚好人感冒，这么巧，他现在感冒完全好了。如果我就跟他说，说不赢，我说我是去接他飞机的，一月十五号到。如果他是有带病毒的话，第一个传染就是我嘛，对不对？我跟他近距离，又帮他提醒你，三次跟他近距离，还一起吃了一顿饭。哎呀，第一个传就是我。我说我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没有感冒，已经超过已经三个多礼拜了，所以呢。人是有害怕，人是有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是真的会忧愁啊。那么这个我们也真的好好祷告，现在只有求主怜悯啊，求主怜悯啊。所以希望这个天气越来越好，很快这个疫情就控制，很快的就慢慢就过去，甚至早晚都要过去啊，就像 SARS 一样。这么比这个厉害还要多十倍的 SARS 都过去了啊！我们继续仰望神啊，继续祷告。创世纪四十章最后我要结束。创世纪四十章里面讲到约瑟，他也受过很多的苦难，从小做梦的人，然后呢又被出卖，又被哥哥被那个陷害啊，然后哇受过又被关在监牢里面啊，结果他。给两个人解梦，一个人梦中就官复原职啊，这个九镇，结果九镇一被放出来，反而把约瑟忘了一干二净。可是神却没有忘记，神却纪念在患难中的约瑟，向他施恩，搭救他，然后最后还后面让他升了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看到借着。约瑟的见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真的是顾念人的神，他真的是信实的神。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也不要害怕，在患难时忧伤有天父必看顾。阿们。最后我们知道我们要唱诗歌的作者马丁啊，马丁，其实这首歌的词是马丁圣母写的，因为马丁牧师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懂得音乐的人，所以有一次被请到纽约的一间神学院替他们编辑音乐那个歌唱的唱本啊，就是歌本，编辑歌本。在附近有一个教会知道马丁牧师来了，所以就刚好就主日啊，马上就主日就请他去讲道。那时候马丁牧师也很兴奋，他就准备要出发，骑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就是马，就是马，所以呢他就很乐意去。可是当他出发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师母、他的太太呢、妻子躺在床上，怎么发高烧了？哇，一摸烧还蛮高的啊，所以他就很担心，他就说是不是应该要照顾他的妻，所以他打电话回绝对方，他说很抱歉。可是当他的小儿子在旁边听到的时候，他就跟爸爸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啊、我们的神难道不会，天父难道不会看顾我的妈妈，我一直当哇，马丁一下被点醒了，立刻再打电话说我来了，我马上出发了啊。所以很奇妙，神就借着马丁牧师的信心
那一次的讲道带领了好多人决志信主，蒙神祝福，而且回来以后就看到马丁师母已经病已经好了。而就在他病好的时候，他脑筋很清醒的时候，他立刻有圣灵的感动，就写了一首歌，就是《天父必看顾》，马丁师母写的。然后马丁牧师就配上曲谱曲，千千万万的人得到安慰，里面得到帮助。好，那这就是马丁牧师。所以你我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有的时候我们会迷失，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缺乏，更是常常我们有的时候遇到难处，我们会忧伤，会挂虑。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愿意依靠耶稣，把重担交托给耶稣，紧紧的跟随耶稣，愿意忠心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来到他的面前，愿意参与忠心的敬拜，忠心的参与侍奉，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求神赦免。纵然有时迷失，纵然有时缺乏，纵然有时会忧伤，天父一定会看顾你，你相信吗？请我们低头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座的还有一些正在信仰的十字路口，他们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信心接受你。今天主啊，如果你的话、你的灵、你的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了感动的工作，求主你就继续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有信心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主，他们的一生都有依靠，都有指引，都不会常常迷失，也不会跌倒。求神帮助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信心，让他们今天就勇敢的做出这样的决志，这样的决定。感谢赞美主。我们要为莱比锡教会祷告，我们也相信天父在这里亲自，虽然是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一起把教会在这里传福音，一起建立，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必要看顾这个教会，他也要看顾每一位曾经忠心摆上自己。我不能一一的细数，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电影在我的脑海，一个画面一个画面非常清楚，当初这么多的人愿意服侍，这么多的人愿意跟着我东奔西跑去开拓，我心记得，我心都非常的清楚，也求主纪念他们过去的劳苦，今天求主也纪念我们后来来的弟兄姐妹，也纪念他们在这里摆上，都求主亲自来看顾他们，纪念他们。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也必要看顾万牧师、万师母他们一家。神既然把他经过了这么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终于来到莱比锡教会，成为莱比锡教会的牧者，在这里的驻堂的牧师，求主就大大的使用他们，让他们在这里为主发光，在这里看到弟兄姐妹都愿意谦卑的一起同工，一起配搭，让神的家兴旺，更加的兴旺起来。谢谢主，让我们为莱比锡感恩，也为莱比锡教会继续的祷告，求神在这里做他美好的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接下来我们要预备送圣餐，感恩今天迪博牧师分享这一篇生命的道理，然后我们也不禁的在想到，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高山低谷，但是呢，高山低谷有神的恩典在我们旁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感觉不到，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旁人之间的痛苦，但是我们不知道爸爸妈妈他已经在旁边为我们预备。那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动工，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歌曲里面很温柔的提醒我们，在这个歌曲里面让我好像感受到那个马车的轮子的声音不停的在往前，让我相信上帝看过每一个人。所以我想邀请各位，在我们预备领圣餐之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感谢，凭着信心感谢。即便我们现在感觉不到，但是感觉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奇妙，是吗？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所以这个感觉是可以变化很快的。但是神的话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我赐你平安是世人所夺不走的。当神的平安临到我们心中，那个感觉会跟着平安走。所以我邀请各位，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就单单的感谢上帝，不管你的感觉如何，就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可以平安的来聚会也可以。感谢上帝让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感谢上帝让我今天可以听到这一篇道，感谢上帝让我可以认识你。我们就花一分钟时间单单的来向神献上感谢，待会我们一起预备起来领受圣餐。
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既有这饼，是耶稣的身体。
师和牧师，牧师和圣母是在2004年6月15号来到莱比锡的。他们刚刚来莱比锡的时候呢，留下了这样的一张合影，在莱比锡的。第三天时差已经没有了。啊，这没有时差吗？补充是三天之后，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火车站前留下了这张合影。第二张，大家看到他们那期就已经开展了。咱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红事追逐，什么叫红事追逐这个词？我要解释一下啊，可能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其实这个词是我在准备的时候突然就跳到我的脑子里了。因为红师在路上，只要看到是这一头发黄皮肤的人，就会追上去跟他说臣服你。他在这期间被人冷漠无视，被人白眼，被人咒骂，甚至被人攻击，吐过口水。但是这种红师的追逐从来没有停止过。红师传福音的状态真的可以，我觉得可以归纳成三个字，就是在路上，一直都在路上。接下来，2004年6月，莱比锡华人基督读的团契第一次在牧师夫妇的带领下，在霍森塔，就咱们旁边的这个草地上进行户外活动。记得当时呢，大家全体带着动作唱赞诗，然后呢，大家都很喜乐，伴随着烧烤聚餐，夕阳西下，小小的湖面上有一只天鹅在休息，长长的脖颈形成了心形的图案。很可惜，这张照片我大量的寻找也没有找到，但是相信那一幕在当时在座的许多人心里都像是昨天的记忆一样。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开始了在牧师家中的查经聚会，分享神的话语，不仅查经时候的全部查点都是由红师母个人准备的。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是轮流准备，可是那个时候，所有的茶点都是红师母一个人准备的，饭食在下面。不仅如此，我们这些苦哈哈，当时还是苦哈哈的这些学生们，开始能够在红牧师和师母家里享用师母为我们准备的非常丰盛、可口美味的饭菜。在那时期呢，大家就对教会有了家的感觉。家里面要是有亲人来访的时候呢，都会带他们认识咱们的教会，认识咱们的弟兄姊妹。图上面最右边上面的那个就是我的弟弟，他从爱尔兰来看我，我们就一起在教会的楼下，就是现在那个餐厅旁边的那间房子里面的留影，这是2004年的时候。2004年10月，在牧师的推动下呢，第一届的德东营会由各城的同工代表在牧师的家里进行了筹备。一个多月之后，12月，82位德东的学人在莱比锡进行了首届德东营会。第一张图左上角的那个就是在青年旅馆门口照相，那边是在会堂里面聚会的时候的照片，下面是小组分享的时候的照片。那么那一天是2004年12月10日，三天的营会到12月12日结束，而最后的环节就是德东，就是在德东的莱比锡教会的首次受洗仪式。我个人记忆中是28人，牧师记得是25人。我想在座有很多人都是当时受洗的，也许你们会给出一个更准确的数字。当时呢，所有的弟兄姊妹，20多位弟兄姊妹排队受洗，共同向神宣告耶稣基督。在那以后，每年都有受洗仪式，但是不变的是，每次都是红牧师亲自执行，
无论是在楼下瘦溪池里温暖的水，还是在野外的河里冰冷刺骨的水，都是他全程坚持一个人执行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26个人，我们是轮流，每个人只在水里待那么一会儿，休息那么一会儿，可是牧师是全程都在水里面站着。接下来我们看到2004年首次的教会的圣诞晚会。从此以后呢，我们来一些华人教会呢也开始了手持蜡烛唱着平安夜入场的传统。当然这也是在牧师的倡导下建议的。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啊，在刚刚结束的这个2009年的圣诞节的时候，虽然只有4位弟兄姊妹唱着平安夜入场拿着蜡烛，但是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就跟海岩说我以后愿意到教会来，因为我看到你们身上的圣洁。这是2005年的9月，应该是夏天，不是9月吧，可能是7、8月份，时代新华人教会的第一对由洪牧师证婚的夫妻。之后还有很多的夫妻都是洪牧师亲自证婚的，我能记起来的有东杰夫妇、云红夫妇、许莹夫妇、陈斌夫妇，还有伟任夫妇、翟东夫妇、叶俊夫妇，还有没有？拉小提琴的是那个叫什么静？齐静？哦，齐静。哦，对，齐静夫妇。还有。转眼手我们已经记不得了，这么多的人都是在洪牧师的亲自证道下亲自证婚下结的婚。我记得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在那一次我和海燕也是第一次能够沾这个光，成为一个伴娘或者是一个见证的人。我们宣读了这个誓言，夫妻的誓言。当时洪牧师说有神的婚姻就是一个三角形，因为它最稳固，就是夫妻和神。这个事情一直在我脑子里留到现在。好，接下来，婚礼结束没多久，就在当时荣轩的家里面的后院进行了烧烤聚会，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姊妹的这些面孔都可能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但是我们看到牧师师母在，他们都在，没错，依依你也在上面。这也是2005年的一张全家福，牧师在，师母不在，因为他很有可能就在下面的厨房里为我们忙碌，所以在很多的全家福上面有可能是不在。好，接下来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莱比锡华人教会第一位出生的婴儿，2006年2月5日，这位新生儿就是我的大女儿可爱。她那时候真的是影响了教会全部叔叔阿姨的爱宠爱，可以说是宠爱。每次到教会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必照管，因为这个孩子他不是在师母的怀里，就是在其他的叔叔阿姨怀里，完全不用我担心。不仅如此，当时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时常因为时间差不开，没办法带孩子去上课，所以就经常把孩子放在师母家里，或者是教会的叔叔阿姨的家里面，他们都尽其所能的爱护他。照顾他，所以可爱真的你应该好好的记住师母的这张照片，随时都要教会充满感恩。这是一张2006年的普通的主日崇拜的一张图片，就像刚才牧师说的，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单身，全都是一些
一些就是同学都是在这里上学的学生。接着是在红牧师的倡导下，2006年莱比锡华人教会的第一个诗班成立了，并且在那一年的这个营会上第一次的公开献唱。这张照片上面已经有姐妹归了天家，是非常珍贵的照片。接下来，这也是一张2007年的咱们教会的一张普通的主日敬拜时候的照片。再接下来，我们看到2007年第四届的德鲁营会，我们人数已经达到了170人。大家记得这是在哪里吗？我印象中这是在马德里吧？没错。接下来，在牧师的倡导下，有了门训主日学的门训班。除了培养莱比锡的这些门徒以外，牧师和师母还会每周两天到周边不同的城市进行辅导和牧养的工作。我记得最高纪录是9个城市，是吗？牧师，9个城市是吗？我记得最多的时候是9个城市。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也同样契合了刚才我提到的在路上的红石追逐。接下来是2010年的德东童工退休会，当然也必定是牧师亲自带领的。再接下来，这是2010年的第七届德东学人福音造就营，这是我们第一次换上了统一的绿色的 T 恤衫，象征着朝阳，象征着希望。然后在那之后，我记得还有过一次有统一音符的营会。这两次音符，我现在都仍然保存至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011年的第一届德东美满夫妻营会。非常遗憾，那个时候那一年呢，我是生老三，所以没有参加这次营会。更遗憾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过这个营夫妻营了。有吗？谁知道？总之我没有参加过，很遗憾。希望有机会能再参加。在这种夫妻营上啊，红牧师和师母也是以身作则，促膝谈心，互相的倾诉情话，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这是2011年的第八届营会，在雷通岛的这个石洛斯前面的草地上。我记得那一天在这张照片之前，和大家在草地上一起聚餐，带来的东西大家一起用完餐了以后在这里照相。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2012年第九届的德东学人福音造就营，人数是不是好像越来越多的感觉？最后一张是2016年夏季哈勒营会。我刚才跟牧师确认了一下，夏季的哈勒营会，牧师说是2009年的5月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已经第七届的这个夏季营会。所以这些照片呢，都是我从大量的照片中找出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在这些过程中，真的红牧师的和师母的辛劳和带领，我们完全看得到，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接下来呢，有一个小小的视频，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视频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那时候还很小，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长大了，牧师和师母他们老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仍然在路上。
实我刚刚一直在看说，那个可爱旁边的是谁？我一直在是谁？还是天星啊？哦，那嘉泽有在上面吗？有啊，我刚刚看是不是他的错？我不知道，我回头看一下。哇，所以好像我们回顾过去，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就放在我们的心中。那当然，照片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我相信没有在上面。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数算神在我们当中感恩的时间。对，然后我想要有没有人要讲一句话呢？当然，你看完这里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要讲一句话。
有一次他很不好意思，他买了一个护膝，我一套，咚，立刻滑了出来，太大了，因为他的腿比我粗很多。后来他第二年出差回去，又给我换一个更紧的，所以感谢主啊，很有爱心。然后那个我们红安姐，红安姐妹也送了把她家的宝贝，国家博物馆的珍宝啊，那个瓷器送给我，一打开来看，哇，国家博物馆，我吓了一跳。我想说这是珍藏的，送给我们啊。那一次老人团体也事先欢送我们啊，前一阵子。那么还有季大哥，季弟兄哦，我都叫直接叫他名字，有的时候也毕竟我年纪比较大，但是你们的季大哥，也是你们的王哥啊，还有你们的红安姐啊，还有今天啊，就是季店送我的一件全新的外套，我还不敢穿来，为什么？因为我一穿来啊，你们看我就年轻了25岁。我不敢穿来。然后美华姐也是过去也鼓励我们，也曾经说过我很好的一套西装啊，那是好几年前。所以呢，也常常到她的餐馆呢、啊、接待管宣队啊，鼓励我们。所以很多人，包括我们过去的一起开拓努力的，包括荣轩、张冠啊，他们还有那个好几家，那时候业绩还没来，我们早期开拓，很努力开拓，我就带着他们冲啊，冲这个城，冲那个城，所以真的是感恩，然后非常感恩，我都要提你啊，虽然这个有些人不在我当中啊，感谢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其实真的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也舍不得啊。最后呢，我想我也不多讲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还很多的。我就是用腓立比书第3:12-14啊，我来送给大家一次勉励啊。保罗，使徒保罗他说的，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盼望我们彼此勉励。腓立比书3:12-14。兴奋和期待的时刻，我相信有一天在天上，上帝都会按着我们的名来叫我们，按着他的名来叫他的羊群来到他的面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时刻，就是看到我们是在这个常年耕耘在来比锡当中，然后经历很多大大小小事情，然后留下很多美好的足迹，还有红事追逐。这个我也常常听说，我不是他们在路上可以判断这是从这种哪一国家来的，就算黑头发也不一定都是从中国来的，可能是从哪里来，他都可以大概都可以抓得出来，这个是很棒的。对，所以在最后呢，我想要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到台前好吗？我们来为洪牧师一起祷告，然后我们也最后留一下这张合照。
能够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可以画，可以诗，可以他语言来认得这几个字嘛。流泪洒种，欢喜收割，应该是欢呼收割是圣经的原话，但是，我想这几个字可能是最适合红牧师在这个来旅行的时候，那么，他的故事可能大家讲了很多了，我看无论有什么认识。那么所有的这些全部包括在这个八个字之中呢。那么当时呢，我一感动，就在那儿就写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很适合他，我这个很冒犯的改了一个字，把"呼"改成"喜"了。